down. What?了解更多末世资讯，关注天宫异彩动画官方平台。今天市集的试运营已结束，请大家严格遵守市集运营时间表，选购商品。衷心感谢您对风狗镇的支持。你不会是要来硬的吧？您的满意将是我们。我知道你现在着急，但是你现在嘛，就这么直接过去抢人，反而会把事情闹得更大。我帮你把你们了解，他们无非就是想把他卖一个好价钱。我都已经计划好了，不如等明天开启，咱们可以看看谁最后买走了。的试运营已结束，请大家严格遵守。哎，快说话呢！哎，你快说话，你听到没有啊？我这计划完蛋啊！我去，哎，等一下，哎，你等一下，哎，你听我说完呢。哎，快点，拿手撒开。别生气，别生气。哎，我跟你说，我亲眼见过灵，他现在啊还算比较安全。他到底在哪儿？那个妈妈的，快说，就在那儿，就在那儿，你看，就在那车里。哎哎，你不会真的要硬来吧？啊，对了，你住哪儿啊？你是指风谷镇吗？是啊。哎呀，我不住这个镇子上，这人太多了，太麻烦。我住新春巷的36号2-1，有个暂时落脚点。废话真多，一会儿你自己能回去吗？能。哎哎，你。今天市集的试运营已结束，请大家严格遵守市集运营时间表，选购商品。这谁呀？这是哪个王八？怎么来呀？我靠！大哥，没事吧？哎，老大，老大，臭小子，又是你！臭孩子，你个王八蛋！还不快跑！不是我呀！给我抓住他！别跑！你站住！别跑！太不靠谱了！你臭小子，别跑！这是要给我惹麻烦吗？他们拿了我的东西，镇子外面的事儿
躲不过，但他们现在在这里，就是我的客人，我必须要维护他们。你维护的只不过是你自以为是的规矩而已。是又怎样？在这儿就得按我的规矩来。恰巧我这个人最不喜欢规矩。好啊，那你就试试。把那个电工送回来，我们是很高兴，但这也只能证明你有资格留在镇子，不代表你有什么可能。这儿是疯狗镇，要守规矩。大侠，刚刚接到线报，有一伙可疑的人进入镇子了。好的。大人，刚刚接到线报，有一伙身份可疑的人进入镇子，他们行动十分诡异。这只是商变的开始，他们只会验证我的理念，为我锦上添花而已。我会加派，该来的总会出现，有时候要换个角度去看待事物的变化。把那个人放了吧。您说什么？乌鸦跟我提过那个人，说那人不在他的世界里。我也有同样的感觉，他或许就是商旨的动因吧，也就是关键的那个变数。可这会不会太冒险了？真正的危险来自于人对秩序的想象，我们要打破这种依赖。去吧，这几天我会找到真正的归宿，当然还有你，还有这里所有的人。盯好你说的那批人，乌鸦也有暗示过我。是。醒醒了，醒醒了，醒醒啊！哼，别是个哑巴吧？看你小子运气好，你还真是狗屎运冲天呀！好了，滚吧。还愣着干嘛？走啊，滚！哎，真是想不到，你一个烂佃户，居然能把整个镇子搅得天翻地覆，嘿，自己还没事儿，我真是服了你了，你可真够厉害的。这是要走了？哎，跟你说话呢，听见没有？哎，你说你呢，什么时候放我呀？哎，瞎唠叨什么啊？你还是先洗干净脖子，等死吧你！哼！我能死？小子！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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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王八蛋，又要一顿酒。说醉吧，嘟嘟，嘟嘟嘟嘟嘟，嘟一下花就会开呀、啊。你说醉吧，嘟嘟，我嘟嘟嘟嘟嘟，你个王八蛋，小孩。这样的生活所抛弃，我再说一遍，我宁可去死，也不能接受这种生活的方式。我要亲眼见到小麦，然后用它酿造出世上最好喝的啤酒。何明。好了，哎，何明，老子这条命还你了。